们封锁了仓库的入口，要找到另一条路进去。滚开，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。我警告过你了，混蛋。君子，我觉得他们不足为惧。我能做的，只要活一把。敢到我的地盘来！我把门撞开，看看这个该死的小丑，需要帮忙吗？是的，从我面前滚开。伙计们，快来我们这儿。
仓库越来越近了。在这再跳一次，我能做到的。真遗憾，我得把你扔回去。过来吧。错了方向，哪儿他妈有岔路给你走？不怕我们只能揍死你？就快到了，要通过那扇门。好了，再快点，还要送到城里去。老大要求今天就把所有东西运走。动起来，动起来。
放马过来吧。老大说谁都不许过去。不是吧？八年时间。